你们看看我身后是谁到货了？是你们疯狂抽完的雅尼斯，热腾腾的在路上，现在就直接到货了800多件哦。火车里还有一大堆哦，这个是只有新鲜果可以超越新鲜果，每个樱桃都是整板整板到货的。你看护框超级美的，带你们看一下，是不是每一颗都金光闪闪的，在发光哎，皮超崩的啦！你看，是不是超美的？真的是每一颗都在发光，那个梗非常的鲜绿哎，你看，根本就是荧光绿了啊！是整个狂喷的那一种，超多汁的，而且它的樱桃味真的很浓郁哦。它的籽也是属于非常小的那一种，看它的肉就这么厚哎，籽超小的，几乎整颗都是果肉，吃起来也太满足了吧！而且它的甜度很高，真的是超级高的。然后尾韵是有带一点点微微的酸气的那种，大概是9分甜1分酸，非常的有层次感哦，超好吃的，超级多汁，你们看到？28.2度哎，多久没有这个创新高的甜度了？超甜的啊！每次香蕉都疯狂秒杀的雅尼斯樱桃，这个真的不用小编说，果粉们都知道，上架绝对会秒杀啊！一定要赶快抢起来哟！